你骑着个小破车出来干嘛呀？我不让你摆摊了吗？老板，你公司那么多事等着你处理呢，你快回去吧，别老跟着我。我就要跟着你，我就要跟着你。哎呀，你这给我拿两个汉堡，一会儿送到我家里。啊，行，一会儿做好给你送过去啊。送家里？啊，谁呀这是？客户啊。你就卖个汉堡，你还要送货上门啊？那人客户要求的不是吗？ 客户要求，他要求你搓背，你还得去给他搓背呀。你说什么呢？这是在说搓背，我也不会呀。你真的是。妈呀，你可真行啊，小东！我发现你真是死性不改啊！你就摆个摊，你还勾搭上美女了？你说什么呢，老板？哎，你听我解释，哎，哎，哎呀！老板，来个汉堡。啊，好。就是他家，哎，他家汉堡不干净，我跟你说，吃了以后拉肚子。不是，哎哎。 不是，我家汉堡干净。不是你别听他说，哎，怎么了？老板，你干啥？人家海鲜老板呢，我不认识。你认识他吗？我不认识。你，他汉堡不干净啊？肚子疼。老板，你是不是还在为刚才那女的生气啊？什么呀？肚子疼？哎，都别买他家汉堡啊！哎呀，老板，他是住我隔壁那老头的闺女，那老头一个人在家，他晚上不爱做饭，那他闺女就每天让我给他送个汉堡。 嗯，再说人家小姑娘都结婚了，真的呀？真的。那是，我误会你了。哎，谁让你闹的？今天这生意怎么干啊？没事，别装了，回去吧，误会了。误会了。哎呀，老板，你这一弄，我这今天生意怎么干啊？那你也没说，也不知道呀。哎，行，正好。 今天收摊吧，我也饿了，咱吃饭去吧。真的？啊，那我请你。